铁公鹰倒下女兵，身世坎坷看飘零，与孤冰心有谁知，披星戴月江湖行，问问儒雅一书生，世道艰险功难成，红颜垂泪苦读人，一举成名天下闻。啊，英雄儿女聚一堂，千载百世留芳名。李兰堂上真的能钓到鱼啊？相公，这个池子里有的是鱼，你手上拿的钓鱼竿，可是这个鱼就偏偏不上你的钩啊。不过相哥哥，能不能够钓得到鱼，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跟班的，你知道什么？哥哥我就会钓鱼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听说了，有一会儿相哥哥在小李亲王府的水格子里，半个时辰他就钓了八条大鱼。哎，对，我也听说过那八条大鱼啊，不单是清一色的鲫鱼，而且啊还是一样重的斤两。对，我也听说过，听说那八条鱼啊都是已经杀好了，去了鳞，去了鳃，破了肚，洗得干干净净的鱼。哦，丁少的，你胡说八道，你是在笑我啊？丁少的，香哥哥说的不错，人家真的钓上了八条活鱼，而且啊乐得直高兴呢，一定是你胡说八道，故意造谣的。哎，还是跟班的比较好，他从来就不说假话。哦，可不是吗？丁少的，我告诉你，那一回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，香格格不到半个时辰就钓上了八条大鲤鱼啊，呵，高兴得不得了啊。哎，忽然之间呢听见水榭底啊窟窿通的一声响啊。哦，大鲤啊，是不是香格格要把钓上来的鱼全部要放回水池去了？不是，是水榭底下那个助兴的那只鱼昏过去了。哦，助兴，谁是助兴？哎，这百花仙呢？我是百花仙啊。百花仙怎么会是助兴的呢？香哥哥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你在水榭上钓鱼，那个百花仙怕你钓不着会生气。对呀，我也听说了，说百花仙怕你会生气啊，就立刻去买了八条大鲤鱼啊，你在上面钓鱼，他就在下面一条一条往你的钓钩上挂呀。嘿，你高兴的还直嚷嚷啊。可是他在下面啊又累得跑来跑去给你挂鱼，最后晕倒了，扑通一声就掉到塘里了。丁少的跟班的，哎，招招，你们今儿个是存心来气我啊？怎么会呢，香哥哥，是因为皇后跟香格格今天住进了圆明园，我们心里高兴，这个所以。你别因为所以的了，我可要提醒你哦，你要是把我给惹火了，看我以后怎么治你。还有丁梢的，香格格，随你怎么治，这个反正呢我跟丁梢的这浑身都是铜筋铁骨水牛皮呀，这个刀啊砍不进，剑呢刺不穿，水淹不成，嘿，这火啊还烧不焦呢。好好好的，你就别再吹了，万一这个水色子一抖，咱们通通都要掉在水里喂鲤鱼了。咱们喝茶。
像是燕儿。哎呀，皇后要来了，你可别再闹。哎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不信你看着。香格格，下官我来到了圆明园，这就是你给我的见面礼啊。李卫，你没瞧见啊？瞧见了，我什么都没瞧见嘛。李卫，放肆！香格格，你那套唬人的玩意儿不管用了，告诉你，你要知道，这是圆明园，不是养心殿。李卫。大阿哥吉祥。李卫，你居然敢假装没看见大阿哥！大哥冤枉，冤枉是天大的冤枉啊！李卫，是啊，我看在你是父皇亲信的份上，这回算是你便宜了。谢大哥开恩。香格格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从前呢，有个坏小孩，他喜欢骗人。有一天呢，在放羊的时候，他故意的大喊大叫的说：“狼来了，狼来了！”李卫大不敬，大不敬，我还小不敬呢。皇后，皇后吉祥，起个谢皇后，皇后吉祥。李卫，是啊。刚才我传唤皇后驾到。你偏说狼来了，妹妹，你是存心把皇后比成狼啊？不，回皇后，又是香格格她，我起客，这李卫，我这是在提醒你，这会儿皇后、大阿哥都在圆明园，往后你可千万别忘了宫中的规矩哦。对，香格格。您教训的对，教训的对。好了好了，季香啊，李卫啊，这啊，你上圆明园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回皇后，奴才奉了皇上的旨意，请大阿哥进宫见驾。进宫见驾？是，大阿哥，车驾已经在圆明园外的候驾了。母后。儿臣这就进宫。嗯，快去快回。是母后。快去吧。是。丁少是跟班的。有什么话快说。格格，我可要提醒你一声，往后你们要是再逗我，今儿的李卫可就是你们的榜样了。哎，香格格，今儿个你是杀鸡儆猴啊。不错，我正是杀你这只矮公鸡，紧一紧这两个大马猴。去！季香啊，是不是楚衣官跟佘大海又惹了你了？其实也没什么。只不过什么呀？只不过他们刚才提起了百花仙，这会儿我又有点想念百花仙跟玉女了。后说了，他要跟香格格搬进圆明园常住。常住？什么叫常住？这是一年、一个月，还是三五天？这儿臣就不知道了。
你有没有问过你母后，她为什么不声不响突然之间搬到圆明园去？回复，儿臣问过了。你母后怎么说？儿臣不敢往上回。大阿哥，皇上，大阿哥这个回答实在是很得体呀。大舅，请问皇上，子女处在父母之间，双方的气话也能够照本宣科一字不漏的当众说吗？大阿哥，不说也罢。谢谢父皇。真格格，我真该好好的谢谢。那可不。小不点儿。大阿哥，儿臣在。你觉得玉清宫的房子怎么样？很宽敞，很幽静。你是不是很喜欢那个地方？父，儿臣既然喜欢，朕就把玉清宫赐给你，你待会儿就搬进去住。可是，通过宫的规矩不许说可是。说的对，小不点说的对。大阿哥，儿臣在。这是御书房，不是大殿。再说你大舅公是皇亲国戚中年高德少、辈分最高的一位。大阿哥，大舅公，听皇上的话啊，赶快搬到玉清宫去吧啊！大舅公，你也这样逼我。大阿哥，我爷爷并不是逼你，他刚才还用跟你打商量的口气。真格格，你要知道，母后跟香格格刚搬进去住，我怎么能马上就搬出来呢？大阿哥，就因为皇上让皇后和香格格搬进圆明园去，这才要你迁往玉庆宫的呀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大阿哥，皇上是为了要让您尽孝道，把圆明园的屋子让出来给皇后和香格格住。大阿哥，您如果能够这么做，天下的臣民一定会赞誉您。大阿哥，您是多么的孝顺皇后啊！那可不。小不点儿。真格格，你这回说的话，口气跟论调，怎么跟以前大不相同呢？大阿哥，世间事有理有势，有理就很难称事，顺势又未必能够见得合乎理，这一层还得请大阿哥您三思啊。那可不。父，你也没有想到，圆明园地方这么大，母后跟香格格刚搬进去住，他们会不会害怕？这个容易得很。请问父王，怎么容易的很？朕可以叫佘大海、楚衣冠仍旧住在圆明园，保皇后跟香格格的驾。哎，这是父王在解除我的侍卫了。大阿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回父王，您这样做未免太……大阿哥，郑哥哥，你……大阿哥，你总有一天会知道，皇上所以要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大清江山社稷和大阿哥您啊。李卫啊，你马上带领佘大海、楚衣冠住到圆明园，好好的服侍皇后跟香格格。啊，父，您为什么要派李卫去呢？大阿哥，你连这一点都不懂。李卫是朕的心腹亲信，再说李卫是朝廷上办事务的一把好手。
什么心浮亲喜，一把好手，这明明是父王要监禁母后香格格和我。李卫啊，奴才遵旨，楚大人、佘大人，咱们一块儿上圆明园去吧。请。忠良，万忠良。如今我才晓得这是什么滋味。大阿哥，你这个破锅差一点就砸到了我。小不点儿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小不点儿，给你开个窍。哥哥，你说嘛。这不是破锅，这是周朝的古鼎。古鼎。嗯。若干年后，这个古鼎就要给看它的人指指点点地说，想当年雍正朝的大阿哥，有一天关在房里生闷气，抓起这只价值万两的古鼎就往地上砸，后来啊就被甄哥哥一手接住了呢。甄哥哥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大阿哥吉祥。小不点，你好。谢大阿哥。甄哥哥，你坐。谢谢。甄哥哥，你的身手好灵活，而且你的力气也够大。郑哥哥，刚才我那么一砸，连周鼎少说也有300斤力气，你这么一伸手，居然就接住了。如果我接不住，那皇上的这只心爱的古鼎，可不就粉身碎骨了吗？那可不。真不知道从哪来的接骨景气。有气发泄过也就算了。郑哥，我们有好几年没见。没几年呢，昨儿个我们在皇上的御书房还见过面呢。昨天大阿哥，您是不是还在怨我、怪我、生我的气吗？那可不。小不点，你这回的那可不可就说错了。说错了？我哪说错了？小不点，我不怨甄格格，也不怪甄格格，更不生甄格格的气。大阿哥，谢谢你。那可不。甄格格，你到过圆明园没有？我正要去啊，在去圆明园之前特地赶来看看你。大阿哥，你有没有话要我带过去？有，当然有。你有话那就说吧。我告诉他。他？我是说香格格。你告诉他，你就告诉他我在这很好。很好。哦，算了。为什么又算了呢？因为这根本就是一句废话。废话。郑哥哥，你今天到玉庆宫来，我们不是见面了吗？就算我不托你带话，你也会这么跟香哥哥说的。那阿哥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香哥哥说呢。真的，你别骗我，
我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我今天在玉庆宫见着了大阿哥，他很好。我不会这么说。那你会怎么说？我会说实话。什么实话？我会说，大阿哥在皇上跟前都发了脾气，他老大不愿意的搬进了玉庆宫，从昨儿个中午到今儿个下午，一点东西都没吃，一口水也没喝，更糟的是，连觉到现在一直都没睡呢。差一点啊，还把一只破锅给砸了呢。古鼎。哦，对，古鼎。郑格格。嗯。你这么说，香格格一定会以为你也住在玉庆宫了。大阿哥，你我是表兄妹，刚才你这句话是不是说得太重了一点？表妹，真对不起，刚才是我话不经心，脱口而出。没关系。表妹，如果你真要去圆明园的话，就照你刚才所说的话告诉香格格，除此以外我就想不起怎么样跟她说了。那当然，有些人有些个时候一定得面对面才想得出话来说的。大阿哥，宝妃娘娘到，宝妃娘娘到。宝妃娘娘，她来干嘛？大阿哥，甄格格，宝妃娘娘，大阿哥吉祥，甄格格吉祥，宝妃娘娘吉祥。小不点儿，你真懂得礼貌。嗯，宝妃娘，请坐。谢谢。大阿哥，这些点心是我们娘娘给您带来的。哦。皇上听说大阿哥昨儿个到今儿个水米没沾牙，着急的什么似的，所以。谢谢宝妃娘娘，可是现在我还不想吃。宝妃娘娘，您多坐坐，奴婢这就告辞了。那可不。小不点儿。甄格格，我也坐一会儿就走的，奴婢告退。甄格格，恕我不送了。大阿哥，奴婢告退了。那可不。甄格格，你要记住。大阿哥，请您放心，该说的我自然会说。走吧。大阿哥，宝妃娘娘，皇上，父王怎么了？皇上怕大阿哥这儿没人招呼，请您转告父王，我用不着人家招呼。可是皇上他叫我，宝妃娘娘。蓉儿，大阿哥，蓉儿很笨，还得请大阿哥多多指点。宝贝娘娘，蓉儿不是你贴身伺候的婢女，你怎么能少得了她呢？大阿哥，这是皇上说的，朕要是贴身伺候的人，才能够晓得皇上是多么关怀大阿哥，而且也可以招呼得周到一点。可是，大阿哥，我要回养心殿客了。宝妃娘娘，蓉儿，你要好好的伺候大阿哥。奴婢知道。
大阿哥，我走了。宝妃娘娘，宝妃娘娘，宝妃娘娘。大阿哥，您先吃点点心吧。你给我盖上。金莲，金莲，三叔，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老是不听话呢？三叔，我又怎么了？金莲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这儿是养心殿，咱们爷儿俩是在这伺候皇上跟宝妃娘娘的。你看看你，成天不是拉长着脸，就是含着两包眼泪，这要让人看见了怎么得了啊？还不赶快擦了！哎，三叔，我没有办法，在这养心殿，我好像时时刻都可以看到、听到，感觉我哥哥就在我身边。哎，你哥哥。你哥哥，这真是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呐、啊！你哥哥走上我的老路，当上了太监，这辈子就没有什么指望了。不过他能够轰轰烈烈为他主子而死，这个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三叔，在这养心殿，我真是一天都待不下去。哎呀，孩子，说这些话干什么呢？咱们都是服侍主子的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韩老虎，皇上歇得安，娘娘歇得安。金莲，你今年十几了？回皇上，奴婢今年十七。又是个半大不小的。金莲在养心殿挺不自在的。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。启科，皇上，启科吧，皇上并没有怪罪你爷俩的意思。谢皇上，谢娘娘。朕想玉清宫那边那么冷清，干脆把金莲派到玉清宫去，一来人多热闹些，二来也可以给蓉儿有个伴儿。可是皇上，宝妃，你又有什么主意？皇上的主意很好，用心也良苦。不过依臣妾看来，这都不管用。都不管用，宝妃，你能拿得那么准吗？皇上，十成十虽说没有把握，十中八九大致总差不多。宝妃，你的意思是？皇上您忘了，早先大阿哥搬进圆明园去，皇后就赐给了他两个挺标致的宫女，一个叫云儿，一个叫美玉。臣妾听说那两个女孩子就只当天和大阿哥见过一面，这以后就一直住在逸云殿，就再也见不着大阿哥了。连这一会儿皇上赐给大阿哥的蓉儿，前后一共是3000个挑一的女孩子，可是大阿哥却好像根本就不愿多看她一眼似的。这一会儿，朕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皇上，臣妾少读诗书，不大懂得人情世故。不过，臣妾毕竟也还晓得什么叫情有独钟。情有独钟，宝妃，你的意思是大阿哥心目中只有一个皇上？
这个名字不能提，这个名字万万不能提。皇上，您真的要让大阿哥死的那条心，恐怕只有……只有怎么样？你快说。叫户部选拔八旗秀女，从八旗成千上万的美貌少女之中，让大阿哥自个儿挑选一位国色天香的意中人来。朕怎么没想到这一层？对，挑选八旗秀女。选八旗秀女？香格格，选八旗秀女，皇上的旨意已经下达户部了。香格格，你知道不知道皇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八旗的秀女呢？也许是宫女不够差遣。香格格，你再往上一点猜。是皇上要再选一些妃嫔。香格格，再往下一点猜。是大阿哥要选妃。香格格，再往上一丁点儿，是给大阿哥选后。哎，香格格，你猜着了。选后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香格格跟大阿哥都到了该定终身大事的年纪了。李卫，你少在我跟前胡说八道。哎，香格格，难道我说的不是实情吗？李卫，放肆！香格格，这儿也没有皇上跟大阿哥，即便我李卫放肆一点儿，你也无可奈何。李卫，你格格，香格格，我李卫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请示香格格，有话快说。我最讨厌看你那副曹操嘴脸。曹操嘴脸？你说我李卫长得像曹操？想来香格格看见过曹操。贫嘴！如果香格格没有看见过曹操，你怎么知道我李卫长得像曹操呢？别走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李卫，你倒是有完没完呢？回香格格，我李卫有件事要请您示下。皇上选八旗的秀女，香格格也是八旗的秀女，请问要不要报个名？您砸在成千上万的秀女之中，让大阿哥选一选，挑一挑。好啊，李卫，你是用这件事情作为借口，存心来欺负格格，羞辱格格，刺杀格格，叫格格我生气。先格格，我李卫新晋奉委为圆明园总管大臣，香格格坐在圆明园，那么我就有这个权把你的名字列在秀女名册上，送到户部让大阿哥去挑。李卫，你敢？县官不如县管，香格格，谁让您是在我圆明园管辖之内的秀女呢？哦，对了，香格格，我这就给您去造名册去。李卫，李卫，李卫，皇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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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造圆明园八旗秀女名册。季香，汉军镶黄旗人，年十九，貌美体健，赴季献堂，母。皇上在挑八旗秀女，皇后，李卫把我也写在名册里，他还说他要把我夹在成千上万的秀女里，让大阿哥去选，让大阿哥去挑。这是什么话？皇后，我知道是李卫在公报私仇，他这样治我，他是想让我一辈子抬不了头见人。锦香，别急，别哭，别生气，我自然有办法替你出这一口气。不过，皇后，不过什么？您快告诉我。我一不许你问，二不许你管，你得一切都依我，我自然有办法把李卫整惨。好，皇后，我什么都依你，我什么都依你。燕儿，奴婢在。你去跟李卫说，你就跟他说，他呈上来的秀女名册被我一不小心弄脏了，叫他赶快再造一份送上来。是。刚才我跟你说过的话，你又忘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问，一切都依您。对，这才对呀。皇后，这两天我心里好烦，好闷。好烦，好闷。皇后。人家闷得像炮仗一样，都快炸开了啦！我的好迹象，是不是这两天你又在发愁，没人跟你作伴了？我，迹象啊，这两天我真有一份好重好重的礼要送给你。好重好重的礼。外头的两位可以进来了。林父叩见皇后，皇后吉祥。皇后吉祥。请客。谢谢皇后。
9岁，你6岁，我当然比你大喽。好好好，你比我大就比我大，再过4年我就比你大1岁喽。甭说再过4年，就是再过400年，我还是比你大3岁。这孩子口气还真大呀，一开口就400年。这年头，连小孩的口气都这么大。我的玉庆宫去看过大阿哥嘞。大阿哥住在玉庆宫？是啊，是皇上叫他搬进玉庆宫去住的。他还好吧？很好。你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大阿哥叫我转告你。转告我什么？你快说，你快说啊！大阿哥说：“哎，我会武功啊，我也会。”哦，这么说，玉女，小不点，你们两个都是会武功的娃娃了，要不要比划比划？好，好。你们两个都点到为止，不要出手了啊！佘大人，你说我们两个小家伙的武功谁的好啊？这个，哎，这小不点啊，才6岁就有这么好的功夫啊，真是不容易。这个不过，玉女也是真才实学啊。可不是吗？不过依我看呢。你们两个可以说是人小鬼大。那可不，哎，那咱们人小鬼大耶。哎，小不点啊，你那可不就错了。这个人小鬼大是骂你们两个人呢。啊，我不依我。你们两个都打我呀！哎，好了好了。告诉大阿哥。唯有埋头读书，才能收心养性。扎，宝贝，臣妾在。过半天，朕带你去看看皇后。皇上，您还是一个人去吧。一个人去，跟皇后面对面，朕实在有一点。娘娘。娘娘，娘娘，皇上吉祥。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回皇上，大哥刚才又无缘无故的发脾气，一气就冲出午门去了。雍正费尽心机，大阿哥还是一怒冲出午门，走得不知去向，这一下又掀起了轩然大波。何况圆明园里，香格格又受了李卫的气，皇后将会怎么给他出气呢？紧张中有邪剧，邪剧中潜伏着紧张，精彩好戏层出不穷，请您明天千万别忘了继续收看《机遇园》续集。